一，狼。80岁的德国老人维尔纳因为很喜欢狼，而决定深入到狼群中生活。这一过就是40年，狼群中一共有29只狼，个个都被老人驯服得服服帖帖。他一直与狼同吃同住，而狼对他友好且温顺。二，山猫。俄罗斯一位11岁的女孩竟然养了一只可怕的山猫，这只山猫重达30公斤，平时主要捕食小型哺乳动物。女孩的家里人在2008年从马戏团里救出这只山猫，并且从小给山猫喂牛奶。三，猎狗。非洲猎狗大家可能都不陌生，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非洲二哥，但一直都只闻其名未见其身，因为非洲猎狗只生活于非洲草原。不过竟然有人把他们当作宠物，这位小哥相当土豪，在自己家后院建了一个私人动物园，在这里长有45种野生动物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猎狗。实际上在非洲亚街头都可以看到牵着猎狗的人们。那么大家还见过哪些奇特的宠物呢？